行嘞，请坐。各位同心，午安。中道无食饱的牙手，是安怎？我食饱的哦，我讲无食饱的牙手，吼，我是讲奇怪，你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保持你的身材？吼，来到这，经过阮的经验啦，多加三档，不是三个三工吼，回去就加五公斤啦，上好吼，你爱食，半暝爱食，暗顿我搁听出提前我放遐，十二点开来食，好唔好？你明仔载就会加加迄落啦吼。所以来到这，大家拢心情是足济的时刻吼，为讲嘛讲足济怀疑，为人讲啊，我找着啊，为人讲唔知要行向前行，还是要保持现状，哈，足济时刻。但是我这回家，我也唔知要安那个啦，表达关即刻即个过程，我要安那来讲。拄啊会补习啊！我伫遐思考的是，我感觉讲，咱这任务有影足重的，吼、哦，非常非常的重。是安怎讲呢？我是想讲，咱爬山过的人家唱，爬山、关山哦，吼、哦，遐尼要高呢，超过一千的吗？家唱，安尼吼，咱知影吼，咱爬山攻顶的上差不多要到25公尺，是不是足忝的？但是看起足要到啊，要到对不对？但是迄种付出是不是比咱拄啊开始的较侪？第一点，你到遐时阳气无够啊，头壳小块蒙蒙啊，脚开始麻，手啊开始无力啊。但是要到啊，安尼啊，你看差小块尔。啊，苦波哦，内行嘞，大雪山我都爬过了。哦，是安尼哦。你想要搞的是，为什么抓到你？敢知？好佳哉，有一个人甲你，小杀一个，吼、哦。所以我是用讲的，这就是扶持，动心嘛。爱到上尾的是，你爱个努力，为什么？上尾的是非常危险，对不对？要得到的是环境，周围环境拢开始危险。有的人开始要来闹，有的人开始放毒，有的人开始讲其他有的无的。但是问题，环境不会改变。问题是当下你是不是戴耳机？啊，当下。你对你所信的、看见的意象清不清楚？你那是好，你所看、所听的无啥了解。我相信迄枚、迄工绝对出问题，是不是安尼？因为你要讲定到不一的事，你绝对袂当去思考其他的物件。好，我相信你去的是有想到个阿阮太太伫厝等我。有安尼思有思考无？无吼啊！迄个搞阿没虾米，迄当阵你搞有得起哩？无可能嘛！你的心内底还阁想其他的代志，吼！迄照常搞讲讲安尼欠欠我花钱，你敢有法度通讲定？无法度，你要倒空你的自己，最后那一口气，你那是无倒空自己。你无法度通啊得到迄种的目标，要到啊，看到嘛是安尼看到偏着有味啊，但是要到遐的是迄块无够，你就失败啊。今仔台湾民政府到行到即马，都是即马的状况，要到，你敢知？你有这种感受无？咱今仔爱努力。咱今仔日爱打拼，努力甲打拼，是为着咱的子孙。你若是讲好，为着阮的囝，
你安尼思考，你就可能有法度。你若是讲，吼，讨厌，阮某迄天甲我骂，我甲伊讲，绝对无可能的。吼、哦，所以今仔日你到我来到遮，是为着咱的子子孙孙，对不对？对，举手。帅哥，帅妹，你为什么比这样？少年人无同款啦，哈，对。咱爱是为着因，咱即马你看咱少年呢，看起来足高追，对不对？咱若是做阿公阿嬷，无努力无打拼，我甲伊讲，伊以后就伫流目屎。我讲，迄工就是阮阿公无努力无打拼，这桥本来要接好势，结果伊无出力。放下去啊，所以没机会。好加在因阿公哦，非常努力，为迄个啥玉女安尼再来到遮。哦，你看，伊以后伊就是讲阿公感谢你。以后咱的子子孙孙看到咱的时光，阿公你唔要这讲好的阿公，因为你我今日小孩有个读册免钱，咱去买囡仔读册是不是爱钱？啊，有人也只爱着家己囝仔伫大迄个啥，大学个时有学贷无？有学贷举手，是毋是足痛苦？囝仔毕业了，马上着安怎分期付款通知哦，通知单来到，想要做找头路来做22K会当饲某饲囝未？有法度无？无法度，是毋是悲哀个可怜？所以咱今日来到遮，咱爱用脑来思考，吼、哦，用脑来思考，咱袂当用感情来思考。我来到遮，我听到秘书长讲的，你若是要了解台湾的主权，一定爱放你的情感情，绝对袂当用感情来看。你若是用感情来看，你绝对看袂出来，吼、哦，一定爱。倒转来回到什么法理的论述？法理论述要用什么？要用什么看？要用什么？要用脑去思考，才会清楚，才会明白。所以，我们用脑去思考，我们就会找对路。那是用情感没有办法。为什么？咱以前支持民进党，为人支持建国党，为人支持国民党。对不对？阮有一处，我到阮家啊，宜兰，我拄到一个人，阮弟弟是挂美国国旗，挂日本国旗，佮挂迄个是，伊讲迄个是个少年人呢，吼、哦，我甲伊讲，你有看到我迄条旗啊无？伊马上目睭安怎大泪甲阮讲，你们真的是无情呢！中华民国给你们教育。哦，用迄、那个有一个高山族的语言呐、啊，中华民国给你教育呢，你没有感情。哦，安尼甲我讲啊，阿公好少年呢，阿公你看你妈妈几岁？啊，你妈妈中风，伊一个月领偌济？你甲我讲，早期有无？什么时阵开始有？阿扁时阵开始有？对不对？流氓政府有好你不？你对我跟我讲，他教育你呢，把你训练起来呢。哎，我请问，妈妈是不是他教育出来？结果呢？到老的是有那个不？有没有老人年轻？那我请问隔壁的那个老欧啊，阿伯，有没有老人年轻？他有老农，他有那个什么退休金嘛？哈。他们就一三多一九多嘛哈，一万多。那你呢？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原住民，他把你当成原住民，原住民是要消灭你的了。日本天皇称我们叫塔卡萨克，高沙民族是最优质的民族。你就是因为不清楚，你爱了解，你不要用情感。没有了，他教育我们呢，对不对？但是结果呢？他有没有给你福利？那你孩子呢？念书有没有福利给你们？没有啊！台湾民政府，你若是登记有 ID， 啊，以后执政你的孩子都不要学费，不缴学费，你愿不愿意？你妈妈就有3万多块，800到120的美金，你要不要？
哪里有那么好？他不是，伊唔是迄个阿美族，阿美族讲那么好这样，太阳族哪里有那么好这样？我说就是那么好。哦，台湾民政府对人民绝对是照顾，所以不一样点就在这里。所以我舍去你所讲的，我为什么要骂我这个流亡政府？当然要骂。我说你家的土地，你高沙族那个土地五年没有耕耘，就当然成为中华民国的土地，这感谢感谢合理啊！我当无去当呢，到尾啊，主人变成中华民国的土地，查拉政府是不是安呢？所以咱每当用感情啊，我们不能用感情思考现在的阶段，我们必须用智慧脑筋啊，咱要用脑来去思考咱即马台湾的问题。你无安尼来处理吼，咱唔知要安怎。请求咱体会人生的方向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体会呢？我也跟他讲，我错失享受拥有父母在的时刻。即马少年人，是不是妈妈爹啊的质感啊？啊，好啊啦，好啊啦，无要插伊，叫伊转啦，无用啦，哦，叫伊煮一个饭也袂香啦。即马少年人是不是安尼？妈妈滴也是拢安尼，爸爸滴也拢嘛安尼，唔听咱的话对不对？吼、哦，咱以前敢是安尼，咱唔是爸爸安那讲咱的事，对不对？即卖囡仔拢安尼，这是教育非常失败的，对不对？吼、哦，拥有母亲在的时刻，他并不理会父母，啊、哦，他没有，而且不懂去陪父母亲，不断的哈、哦，将那个拿那个琐碎的事情烦他。啊！叫拖呀，妈妈，你叫那个拖呀，叫啰嗦呀，叫那那弄安尼呢？无一句好话，从来都没有啊！那不断的拿去过去的，你以前搞安怎，搞安怎，安怎，未来搞安怎，安怎，拢是这种在烦父母亲。我就讲妈妈不滴啊，亲像我，时刻我妈妈不滴的时，我都白晒了。当年妈妈需要的时，我伫度，但爱去时刻。哦，嘛是同款，爱去思考，要去思考，思考，哦，不要趁着他在的时候，哦，以他当下彼此去分享。我们以前都没有，不成。妈妈不滴的时，你刚刚讲过，哦，妈，对不起，来不及了，没呼啊啦，对不对？没呼啊，今嘛来搞车。所以讲，因为我们常常用情感。说不清楚特殊性的东西，情感物件无绝对性，你敢知？模糊，好啦，歹势啦，好啦，歹势的咱决定代志呢，是不是？不确定因素、特殊性的东西伫内底，情感造成你模糊，啊，无对伊行袂歹势啦，无支持歹势啦，歹势是安怎？还是解决你的问题吗？给解决主观的问题吗？不可能嘛，是不是安尼？干净，所以总是矛盾啊，在标准在矛盾的标准下行，哈、哦，不确定因素、矛盾的情形下做你不讨你喜欢的，做你不愿意的事情啊、哦，这一种的。所以呢，我们明知道，那爱用思考，用脑去思考，但是事情一到。我们却怎么样？又回到原来的自己来去做主导、做莽撞的这个局面，所以这些叫解困扰，叫解困扰。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勇敢的说出，咱今嘛吼，经过安尼上课，我相信绝对不是用感情，对不对？哦，绝对是用理智，对不对？用咱家己的头脑，对不对？所以咱来讲，我就是安怎，爱勇敢讲出我是什么。刚讲的牙唱，你站起来，向遐向全世界的人讲，镜头底啊，向那边，大声大三声哦，三声大声讲哦，好唔好？我是本土台湾人。哦，家己掌声鼓励出来。我跟你讲，迄条咱是直播的呢。全世界有看到你了，我目睭啊大绿，我是校长，别个讲一摆无？
来，你向遐，你阁讲一摆，抱歉，啊，特写，啊，咱爱找一时间，甲所有的人讲，我是本土台湾人，爱有一种魄力，爱有一种个性，因为你这是经过你的思考，你这是经过你的头脑去思考，结果，互你做一个决定，对任何一个人，我绝对无用感情。我绝对是经过思考的，爱有这样的做法，安尼开当的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他勇敢的说出本土台湾来，这就是我们人生第一个要件呐。但今仔日非常重要，就是爱安尼讲，以前的人讲，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一定要了解，哈，你不了解。啊，咱有影足可怜的，非常可怜。所以，当我们认为最需要啊，最需要的不是勇敢，而是谦卑。咱有时吼，勇敢起来，但是爱够谦卑啦。咱若无谦卑的人，一骄傲起来，你敢知？骄傲你够糊涂啊！骄傲起来时，吼你这人都甲人无法度斗阵啊！啊，这个情形状况，所以谦卑并不是自己要事事妥协，不是啥物拢好。他对不当然呢？我为这个就叫委曲求全，而是我们都必须承认，在爱里面，我常常喜欢讲爱，你知道吗？我们在高雄州的，我要打麦拢的讲爱，对不对？你敢是同心？我们都互相称同心，对不对？同心的举手。好，放下。真的同心吗？同心不合一呢？有没有合一？同心要求你，要求叫你帮忙做代志，你讲啊，我随口看买的。同心而不合一，就叫同心吗？不够同心啊！同心合一才是真正的我们所称之为同心呐、啊。这一点你要去弄清楚。所以在爱里，在爱里就是说，我们同样爱台湾民政府。因为我们爱台湾民政府，我们才能彼此 say hello， 对不对？今天能是不是因为爱台湾民政府，我们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手拿得高高，我看看哪一个最漂亮。向你旁边的人说：“哎呀，有你真好！”来，啊，有你真好，多棒，是不是？阿弥陀佛，南无好，是不是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哪一个是阿弥陀佛？来，你看，拿起来，其实手高一点。也很多呢吼，哦，对了吼，那边这样子吼，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爱同有一个爱台湾民政府的心，我们今天才彼此相看，彼此相爱，是不是呢？所以我很喜欢爱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自己可能会犯错，啊，可能看错，可能会做错，也可能感到错，啊，有可能不了解别人，更不可能了解自己。有些时候，这个爱啊，也要有理智的，好，也要有理智，不是一个盲碌的、莽撞的，要有理智。所以今天的金麦笑脸郎啊，缺乏这个谦卑啊，谈起恋爱很容易啊，爱人很容易啊。啊，我姐姐讲啊，我看到一个美女啊，带她去那个什么参加游轮，她在那个电线的杆、那栏杆那边，告诉她说：“阿妹啊，你看天空。”我的爱就是那么高，来来来，你看，嗨，我你亲，你敢在？我的爱就是那么深。哎，笑脸人的笑，你可能拢是安尼吼，哦，是不是？不是哦，真还是假的？我看你那边盖像哦，吼，你看海多宽，我对你爱嘛是同款，你看你看，哦，你敢在？小姐啊，听到你安怎？王叔叔呢？你爱的啥？栏杆的那王叔叔。不得好，迄阵啊，撞到那个那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叫岩石哈，底下懂点，嘟嘟嘟哈，船长讲气喘啊，危险嘛嘛，结果查甫听讲气喘，马上就走咧，马上走，迄小姐也伫底下旁啊，王叔叔哇，你看我的爱看到深啊深海，也你亲我的爱就是安亲，也陶醉呢，大家拢走，敢剩你一个尔。到尾啊呢，轮机吼控制机械的轮机试起来，奇怪，为什么还有人在啊？伊马上改讲，飞啊嘛走啊，安尼，
照了哦，就个烧烧烧烧到海墘啊，哦，沙沙滩，大家拢昏落去啊。迄查某醒起来时，看边个查甫，毋是因拄啊讲的，你看天遐尼高，我的爱就是遐尼高。迄当阵就开始吼啊，吼拄啊骗我的，对不对？吼、哦、谎言一大堆。也不见得是真爱，起码少年人都是安呢，所以谈起恋爱，他会变得会狂妄啊，好狂妄，而且狂妄啊，他会做一个怎么样呢？锁定一个啊对象，非你莫属啊，我爱你，爱到底啊，所以呢，他就有一个，他就有一个什么动作啊？你不爱我，我就跳楼自杀，是不是安呢？不做咱有看足济哈。拢跳楼，是安怎？无智慧爱，好，结果跳楼自杀，说不清，因为内底唔知要安怎讲，说不清楚他特殊性，哦，说不清楚，所以他会有一种独断、反对，啊、哦，就是说反问对方怎么可以不爱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莫怪迄个为什么迄个歌遐尼唱？为啥呢？为啥？为什么？欸，大家都有经验哦，哦，恁拢是有一种经验哦。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毫无一丝空间，他不让对方有空间，缩个死死的。你讲为什么？听我的就对。啊、哦，这种什么任何一个关系，只要说啊、哦，只要谈到一种那一件事情，他就说完事。一些因为他也都对不起，什么条件他都愿意，而且妥协说 OK， 好、哦，可是呢，来的不 OK， 你敢猜？这种矛盾，跟咱台湾人赶快，从流亡贱夫去湖南，侮辱咱，搞不呀安怎？嘛是爱，嘛是疼伊，啊，他不做了，对不对？算起嘛500块的家。啊，是不是？啊，算一个有无1000，有200，1000、200、500，我来讲四档拢无管理，是不是安尼？咱都是安尼，好不足，你感觉讲他很好啦，有没有？阿弥陀佛，够巧呢，哈、哦！有一个李伟讲哦，阿将，那边树底下旁边有一个垃圾，帮我拿进去，垃圾里的钱嘛。以前酸气也是一包一包几公，那个垃圾把我带回家去吼。一看哟，那么多这样子，拢是钱，但个都忙叔叔啊，所以酸气这些台湾乱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种问题都来，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真正的哈要了解，真正的要了解，啊，情感用事它是独断的。你在边那讲说不清楚特殊性，所以他没有一个弹性，一丝弹性，一丝空间给任何一个人去思考这个对与错，他没有办法，他不敢张开眼睛去看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请求咱这边几期啊，国民党啊，顶回有一个啊，咱的同心，但是我们讲伊是咱一州的啊，本来咱遐伫讲的是啊，他口语中就说哈。扎给民进党、哦，我最讨厌那个民进党了。哎，那个人就是就这样就讲一些，然后说，我说国民党还不错啦，啊、哦，他总是还是啊、来照顾我们呢、啊，搞跟原住民那赶快呢，那心过来的还在情感的里头，他为什么说我今天跳脱来这里的时候，我绝不谈他们，他没有那种决心，因为他还在情感里面，啊、哦，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说不清楚。啊、哦，不敢用眼睛去看，然后偷看，安尼的好，所以似乎知道又不甘心，那一种茁壮型的那个样子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呢，人生观是这么样的一个狭义，那是不是就悲哀、就可怜呢？也不敢面对。请求讲咱今麦台湾的问题，我请问，您安是爱的台湾，是不是？一个人尔，其他拢唔是哈。来哈克，哎、欸，哈克，拢唔是爱台湾，爱台湾的家唱，真系是假，足假的呢，人家足假的呢，啊，爱台湾，哈、啊，正讲爱台湾人吗？好，您敢是台湾人？是的家唱，真的吗？真的吗？好，棒了，我请问一下，你敢是台湾人？
是哦，你会当证明吗？你有身份证吗？哦，那你拿来给我看一下吗？没有，他有身份证。对吧？大家嘴拢讲爱台湾，对没有？结果拿的，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是不是这样子？啊，咱是黑人，你敢知？咱是黑人，你敢知？你是黑人？唔知吼，我稍等你讲。人家都不知道黑人，你看我的皮肤黑黑的，啊？而且跑这里啊，不过那心肝嘛黑嘞。你那黑黑是啥物？黑奴，你敢知？哈、哦，咱身份证后边有一个记号，你拢唔知啦。我稍等来跟你讲，哈、哦。面对台湾的问题，来讲保持现状就好了。保持现状，干咪当解决代志？你看这回这回的事件，对不对？哈、哦，咱这咱囡仔去这边服务就干死，这干是一个政府所做的，对不对？做父母的人。生到囡仔培养到二十几岁，去这边和到国啊国家去输入，结果和侮辱到死，这种是什么政府啊？查那政府，对不对？司法恶，军法愈恶，是不是呢？体制拢是烂毒，所以咱要了解，不是保持现状就可以，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用头脑去思考，头脑去思考什么？台湾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主权问题。台湾即马，台湾即马主管问题是台湾的主管即马伫倒，有人知无？举手。好，你讲，大声讲。哦，日本天皇的，后来搞搞来这里，够巧呢。你讲什么人呢？不是日本人的吗？日本人的吗？不是哦，是的，举手。不是哦，哎，巧呢。哇，为自己为自己鼓励一下来，吼、哦！您这届吼袂歹，您够巧，拢巧，我安那看拢嘛巧，好、哦，独独我这无巧呢，吼、哦，您就巧，好、哦。所以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主权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好、哦，这个红单你看，咱这单是不是咱的旗啊？红红这是啥物？不是日本，黑是安那？日本天皇。所以台湾即马目前主权啊受管嘛是同款，现在还是日本天皇的，好、哦、爱了解这点，好、哦，所以台湾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关系啊、哦、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密切。所以目前台湾的现状是什么？大声来念来，三声来三刷声好来。安尼你成功啊！日苏美战对不对？美苏美战敢对？啊？有啥讲美苏美战呢？啊？对不对？我靠！有人讲美苏美战敢对？哦，巧，不可能是美苏美战，是日苏美战对不对？法理台湾是唯一的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法理台湾是日苏美战。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咱会在西亚都有听到啊，吼。啊、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什么？大声念来，包含国际、旧金山，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必须遵守，不是用干净哦，是遵守啊、国际法，遵守万国公法，遵守战争国际战争法。啊，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同样的，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张不使用什么，不用拿枪杆，不用用拳头来去解决目前的问题，来促使各种方法使什么结束。我们要切记，我们不使用暴力，啊，我们不用拿枪杆。啊、来解决这个流亡政府离开、并、能够解除占领台湾的这一个、管辖权，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然后第三，对中华民国中国殖民地权这个殖民政权推动事务怎么样？我们不合作，我们根本不配合，对不对？这就是谁的主张？我们身为台湾民政府的一员，我们必须弄清楚，尤其我们是未来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政务官，更应该要清楚这个主张，背也要背，好不好？也背也要背。但今天经过六十八年来啊，好，不管台湾的代志，我们常常糊里糊涂、迷糊，对号入座，对号入座，然后被欺压了，被欺骗了。已经长久的年日社会也出现了这个怎么念？有人知道吗？那是什么症状？我让牙签叫我医生吗？这个是什么症状啊？你讲一下，被怎么样？被压迫的人还说压迫人的。哎呀，厉害，掌声鼓励来。你欺负我，我觉得是我还崇拜你他侮辱我呢，枪杆对我，他说他是我的宝贝，这个人有问题这个症状叫做斯德哥尔摩你看这边一个报道，爷爷性侵了他的孙女，这个是报纸很大有一阵子性侵，然后呢，这个女子还请求大人呢，就说这是叫什么，让他去代理爷爷受刑这种问题绝对是有状况的，是这个症状我们看见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很多台湾人。现在台湾人也是一样，失脑失智的作为自己不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呢，受虐对于这个施虐者产生了一个刚才所讲的崇拜他他说走，他说走的都是好的，我们有看很多的恶德黑道流氓杀人呢，那个女朋友长得好漂亮，他会崇拜他，有没有？那个心里很像，明明知道他会杀人，他还是爱他，他还是宝贝他，你知道吗？那心里跟这个有没有一样？是不是？或许他没有杀他自己家人了，他不知道。但是这种状况是这样，所以认同现象我想大多数的正常人就觉得没办法去理解，为什么安尼呢？还不可怜了会觉得他们不是疯子吗？该想笑哎，对不对？然而这些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所以要经过他们经过了这个学者的研究之后呢，认为这一件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称之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后症候群。今天台湾人都沦陷了，大家都安呢，流氓贱妇侮辱你，你讲他很好啦，他卡杀鬼肉，阿弥斯是不是？他很好啦，不要欺负他了，感谢安呢。我们不要成为这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更应该要清楚，他欺负我，对不对？台湾人的悲哀啊，是不是安尼？足济人拢即马是安尼呢？你家己讲要来吃，无好啦。企业家吼，该生意足大个，讲啊，你家己安尼讲个，边啊吼，找我麻烦。用隔壁啥物啊？中国，对不对？大家拢安尼。我不方便啦，我做生意不方便啦，笑诶，是不是不方便？不了解用感情所以对台湾人悲哀啊，是不是安尼？你看美国，他的一。他说我讲太大声，我巴地江。好，中国的看法。第二个看到美国的看法，然后再来就是看到台湾民政府的看法。这三种看法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的看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什么？
好，这个是中国的看法哦。好，来，再来，美国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合法政府。所以两岸的中国人让美国得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看后面的解释啊。然后流亡中国政府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好和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抗法是拢共款的，好都一样的。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是中华民国，这是因为看法的哈。咱看咱的台湾民政府的看法，台湾民政府的看法是什么呢？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都是什么？中国啊，中国。所以国际间只有一个，就是。所以呢，中国两者呢，人人扛起来，对不对？你讲人人扛起来无？咱这位讲来，人人扛起来，过一摆来，人人扛起来，是不是？无关系嘛，中国就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以国际法中国家。构成的要件，啊，国家构成的要件又是哪些呢？台湾根本不是国家，对不对？台湾是不是国家？因为它缺乏什么？法定的人民，缺乏法定的领土，啊，缺乏这个政府与外交，只是我们目前仍然在美国持续占领的土地。这一定要相当的清楚，目前我们还是美国占领的土地，我们没有合法的法定的人民跟领土，所以中华民国也是被什么中国共产党战败哦。因为什么呢？国共战争是不是礼败怎么样？礼战怎么样？礼败是谁败啊？人家臭头啊，哦，对不对？屡战屡败嘛，得嘛，对不对？所以呢，败了以后流亡到哪里？所以中国人知道啊，中国知道啊，咱所讲的国旗，好，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国旗，能不能带出国？为什么？谁反对？中国反对啊，为什么？他知道啊。你是败战者呢，你是流亡在台北呢，所以简称之为什么？中华台北，对不对？你嘛知啊，不是咱台湾为什么戆戆干呢？啊，为什么不知呢？流亡在台北啊，是不是？好、哦，他是流亡在台北。可能太热了，我拿一下哈。流亡在台北，只认金门、马祖啊，上代决定啊，这个国家两者都不是国际中啊具有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的国际人格，当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个我们身为一个政务官，一定要清楚了解。所以中华民国的宪法在这里说明了也很清楚啊，原本台湾就是没有关联的。啊，实际上国际之间的一个中国内涵只是包括了一件事，是什么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没有其他外含义，就这么简单。那后面说了这一句话，我们必须要去清楚，就是说两岸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根本以台湾怎么样 ？Conquer。说一次来 ，conquer 呢？对不起，说的熊，没有关系嘛，哪有关系？是不是？所以呢，咱这边家台湾的学者吼，盖先家己足高的啦。好，一些人名叫什么？陈龙志、啊、先生，他掉入了这种陷阱而不自知啊，他不知道被掉入了这个陷阱，他怎么说？然后呢，他把这一句话解释成。台湾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所以呢，基于这样的误解，要求国际放弃一个中国，而
这是本土台湾人完全错误的什么出发点跟观点，都是接了啊。陈荣志，所以造成美国也误导奇怪。我想要帮忙到，而且咱台湾人，台湾我是中国，我也是台湾。美国要怎帮忙你讲？你家己内底人讲，伊是中国，伊也是台湾，所以造成模糊，美国无法没有办法来协助我们嘛。所以这个情形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新国38年，好，英国38年，流亡65年，为什么？流亡监护，这个叫什么？他的全名叫什么？中华民国，对不对？准范民贵，贵啊！准范民贵，不是我讲的啊，你有听到无？以前，啊，三民主义，啊，海内海外统一信念，伊安那讲你敢知？下面人的主义，海外海外统一信念念。上讲诶，伊早就讲啊嘛，你啊台湾人还阁唔知呢？虾米人诶主意？海意海外统一信念念，伊家己早就讲啊嘛，是不是安尼？信念念呐，你还在那边说，对不对啊？无喘气也得信念念呐，是不是安尼？流亡政府，好、哦，老实讲，咱台湾人还阁低啊，中华民国好了。哪里好？淡定，你抗议看吗？你去抗议吗？结果你安怎？淡定无感，对不对？你的感觉嘛，这种的人哪有感情？无可能，将咱台湾代志作为非常重要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嘛。哦，伊就是这种的人。台语要安怎念？大声甲我讲一下。珍惜的台湾人、哦、造就了世上最富有的难民群，你敢知？是不是？你说你珍惜无头脑啦，无脑啦，无脑就无法度用脑嘛，无怪用感情嘛。所以安怎呢？台语要安怎念？要安怎念？造成还是造就？世上富有啊、哦，很富有的难民群，为什么难民群？你敢知？为什么难民群是谁？准范民贵啊，对不对？他是不是流亡？他是难民群，但是伊的东山偌济，你敢知？你讲伊难民，你是好家家天下，大天下对不对？你讲伊难民。什么人造成的？什么人造成的？珍惜的台湾人，听起来足好听的，改成无声，下到无脑的台湾人，造成予伊啊，全世界拢是伊的，可恶，最恶劣的一个什么变相对嘛？被选去伊就趁钱啊！哦，所以悲哀啊！也有人伫讲，也有人还有人复印啊！哦。来，会晓讲台语的来。台干哦，足济啊，对不对？哦，台干足济啊！你看，我是台湾人，也是什么？本色，哦，是不是？哦，和中华民国有一个空间啦，不要啦，给他一个空间啦，拢是像安尼啦，唔通啦，拢用干净，哈、哦。拢用感情，吼、哦！这呜呼啊，台湾人悲哀呀、啊，得看得悲哀呀、啊，听不听？足可怜嘞，吼、哦！但是咱即马法理崛起呀、啊，法理台湾崛起呀、啊，是不是？咱是想安怎？自称为什么？你看，大声讲，还是恁讲的哦？我有看到，我有录哦，恁有讲哦。对不对？但是呢，口里说我是台湾人，手里拿什么？对不对？骗人的，你这两样是哦？怎么会骗我的呢？
都是骗人。你看你手中的身份证有无？中华民国。你嘴你讲我是台湾人，结果你客的物件是安怎？啊？你客的旗是安怎？中华民国，对不对？咱讲是新台币啦，哦，那上面印的是啥呢？中华民国，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卖这色底啊，这色底国际护照的变色，绿色属什么？哦，我是中华民国的啦，你看，拿那个还在那边晃啊，却不知道你是个流亡国耶，行不行呢？无知啊，哈、哦，无知的台湾人呐、啊。比爱对不对？南这是南门的歪理呀、啊，啊！但是歪理你嘛是讲干嘛袂歹呀？是不是安尼？比爱呀，对不对？所以咱来思考，咱今仔日我拄啊讲的，恁拢是黑人，你敢知？啊，黑人叫黑奴，对不对？啊，你捌看你的这边无来遮？遮有啥物？有记号啊，那个密码一看啊，黑人。啊，密码一看啊，黑奴，你敢知？而这密码无色底的哦，白色的，你还去看透明的，因知影。编码一看，咱就是啊，恁这是啊，黑人啊，所以呢，遮就足明显了吼。你无伊就更加，啊，恁若是会当看，你家己看，啊，你还小处安尼看，啊，处安尼看，有无？有对不对？啊、哦，所以啊，恁拢是黑人，啊、哦，比我较黑。我还讲，伊都讲我是白日的，我唔是白日的，恁遮讲是黑人啦。所以爱了解哈，所以咱即马吼，咱得了解。1895年5月8号，下关条约、马关条约开始，咱爱了解。先有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的，大皇帝殿下其。大皇帝殿下为订的合约，这是安怎呢？日本天皇跟大清帝国皇帝来合同的这个签约的，叫做《马关条约》，叫做《下关条约》哈。啊，咱看到这，你看他们条约里面将中国将管理啊这个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跟军事工厂以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怎么样？永远让与日本，对不对？永远让与日本。第二，全台湾来，全台湾全岛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哦，那个什么钓鱼台是不是也包含在里面嘛？因为澎湖列岛。啊，英国格林赤尼东经啊，119度其120度直到北纬23度直其直到24度这一间的诸岛东西嘛，这是他们合约的订的啊那个嘛，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一个条约，我们根据这个合约，我们就清楚我们台湾啊这个日清战争跟甲午战争后战后的赔偿，很清楚的规划。这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状况，台湾民政府的光明列车出现了、啊、光明列车出现了、啊、列车出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赶出这个军阀民贵、啊、给他赶出去、啊、所以由高沙祖，那高沙祖的举手、哦、给他鼓励一下、啊、高沙祖这次也很多、啊、起来我看看高沙祖，我看看起来有几位？高沙祖，万载来呗，起来，万载。不，我也讲啊，好，谢谢，也蛮多年轻人哈、哦，有高沙祖啊、高雄州的举手。哦，高雄州的也不错哈、哦，啊，高雄州的，来，台南州的呢？啊，马北派哈，台南州，啊，台中州的呢？哦，台中州的哈，马北派哈，来，新竹州的呢？哦，新竹州也不错，台北州的呢？哦，台北州也不错哈。那宜花东州的呢？哎呀，不错不错。你看看这个列车是不是成型的？是不是成型啊？各地都开发了，对不对？我们称它为金灯台发现了，啊，一个一个的灯火已经亮了，那个火力就要来了。最主要要赶出什么 ROC 流亡政府，对不对？
所以呢，当赶出他的时候，这个机会都掌握在你我的手里，是不是安呢？都掌握在你我手里，你要不要做，那是在乎你。所以我们脱离了什么政治的利益？你什么叫知道政治的利益吗？我是想唱一条歌哦，我感觉讲有影是很贴切。外口巷仔内有捡啥？捡囡仔无？哦，迄是虾米人？老乌仔吗？干么？哦，迄是虾米人？你敢知？迄是台湾人，对不对？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迄是台湾人呢？为什么老外都无买了？咱台湾人都偏偏都爱安尼捡捡迄个物件，他互我多通啊，饲因囝去读大学，去读册。这是不是政治的利益啊？对不对？我们要脱离政治的利益，必须形成这样的一个动力啊！啊，你若是无脱离这种政治的利益，难紧张啦，早去倒去啊！必须要脱离政治的利益，我们才能够享有下面的，减轻生活的什么负担？你知道高沙主说多少电影？你看吗？啊，三高一低。什么叫三高一低？知道几首？高血压、高血脂、高沙组是不是这样？他们说不是的啦，收入很低，消费很高，啊，瓦斯桶你们这边多少？600多，对不对？800多，到那边1200，还要上山呢、啊，车子要上去啊。菜一斤60块，到那边多少？80块。盐巴在那边多少？到那边多少？叫做一低三高，你知不？悲哀不？流氓政府不是讲我在照顾你们原住民的啦，有无？原住民有没有？骗笑，对不对？骗人的啦！你们现在要弄清楚，啊，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啦。还告诉你，我把你当人看，我还教育你呢，对不对？啊，到屏东去，哦，迄个啥永久屋，一共总统迄个啥，什么卖淫告别来啊？理事长马上把所有的花盆摆起来，摆起来，中午摆起来，迄个啥，迄个头目的椅子，一坐底下安怎？哎呀，普罗旺斯耶，你敢知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在哪里？在法国，法国美地哇，水你敢知？群山都是花园，对不对？结果坐底下无几丛迄个花嘛，是讲普罗旺斯。吼、哦，这种的人，你看，哦，真的是不知人间烟火。啊，这种的人要有给他做这种的，哦，所以我刚刚讲，真的是欺辱、欺笑。我们减轻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好，我们就减轻了我们的生活的负担。我们老人年轻多少，你敢知？被罢告千二，对不对？哦，我们可以组团去做那个澳洲啊啦，下岗去看那个普罗旺斯是什么状况，这样好不好？好。这样了，我们一个人来招，好不好？好。你看，你带队可能会去那个，我们来去那个啥普罗旺斯报道一下，看我们坐普罗旺斯跟台湾屏东的普罗旺斯是同款无？哦，骗人的吼，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啊、老人年轻向你管向你好，所以说我们还烦恼什么？我们儿女不用为我们烦恼了，对不对？哦，然后减轻什么？孩子从小到大学不要什么？不要缴学费，啊、满18岁都有一栋什么房子？哪里不好？那么好，啊、阿米西又说我是高沙族。美国特别安排，啊，为了照顾现在高沙族人口51万，以前是120万，所以从51万开始到120万，每生一个要补助100万，好不好？有人说啊，我要嫁给、哦、高沙族，欢迎啦！欸，高沙族都很恩道呢，哦，佩服欧娘啦，无要紧的啦，来得背呢。
还是我看哦，来地脚背呢，哈、哦，所以呢，得到这里，所以他们高沙族现在，人家嘛高沙族上课呀，愈来愈多，你敢知？比咱较多呢，所以必须对我的讲啊，未来做官拢是高山族的，哈、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福利是民政府绝对会给他的，你相信民政府会做到吗？相信吗？真的，然后呢，提升什么生活的品质，对不对？生活的品质，我们到普罗旺去，好，然后，好嘞，无言无言，大家来佚佗，去看普罗旺，好大啦，不是上好的，对不对？好、哦，惊看看，这都是台湾民政府，诶，老人才有这种幸福，哎呀，才有这样的幸福啦。所以，您是不是爱支持？要安怎让伊马上执政？是不是马上去招人来上课？对不对？还有多少人？一千个人，你叫一个，伊叫一个，加加起来马上到啊嘛！十月份我就是想讲，恁就足无闲啊！我跟你讲，恁就无遐尼闲啊啦！为什么要抢身份证的人愈来愈多？要开始做官嘛？你都爱计划。你要安那来配合，这就是爱努力，所以每当好淡，咱爱努力个拍拼，好提高我们的生活，营造我们生活的水准。必须对我的讲，连江啊，往即马环岛，迄条啥，迄条苏花公路到台东，对不对？到咱高雄遮，伊讲安怎，我两当的完成，他不需要做老船，开迄条山顶安尼。哦，一个安尼好贵，诶，山是毋是当年拢绑山，对不对？不需要，德国他是用桥墩，去哩。哦，赵校长看到迄条，咱杨梅迄条无关关的，然后一条啊，空嘞，免经过迄条山个对山无，不要去挖嘛。伊讲两档就解决，因为两啊一条路四间六间啦，六间公司来包嘛。好，一地日本一地德国一地，安尼来分分夹起来就马上 OK 啊，两档都解决，咱的效率有关无？这台湾民政府的有这种的熟客，所以伊个讲啊，我还要造证，造证是素质非常好，100万人以下，别当循规蹈矩，但我们住的品质非常的好，所以咱今卖空屋率偌济，你敢知？啊？有人讲250万间，然后250万，这东西安怎？一旁的人在遐趁钱，积德利益，可怜咱的囡仔、少年囡仔，22K，无法度通啊有厝，无法度哈，没有办法，食饭都出问题啊，要过来约会，一个迄个咖啡的150，你会当约几摆？对不对？哎呀，电话钱又够贵，3-4千块。吼、哦！我讲即摆少年人，迄条上网连线，拢超过迄条啥电话单一来，吼、哦，3-4千块，足悲哀的呢。我讲恁的事业遐尼大呢，吼、哦！我即摆伫高雄酒遐联络，就了最上济嘛2000，恁都3-4千，你是做啥物事业啦？啊，是不是？年轻人，3000块的举手，他不敢看我，你看你的几千，你跟我讲，来，你的几千。就是你手机打几千？6000？几千？讲一下啦。4000？你都是晚上打电话给女朋友对不对？我很酷，他们是这样的。喂，哎呀，然后照相照一下，你看到我的相片没有？好安尼呢，暗下半暝拢无困的呢，有没有？有对不对？头发你看每一次给他卷。你看我的头发变了，你看，所以呢，咱今嘛变成讲2万2会有够无？2万2够吗？不够啊，是不是安尼？敢娶某吗？哦，为什么像你少年人敢娶某？无多饲囝饲某啊，2万上济2万5，对不对？怎么结婚的人唔敢生啊？但是台湾民政府建的了，找那个执政了，大家尽量生，半暝也生，对不对？透早也生，尽量生，免惊吓，哈，大家拢保障，对不对？老人免去管，
伊嘛达过有迄个啥老人年金，会当去普罗旺斯啊，咱大家好好咱做咱的事业，带咱囝啊，囝嘛送到要死，笑眯眯。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人生，对不对？只有台湾民政府会当成，所以你是不是感觉讲有人甲我踏入来，你今仔日开始会偷笑？暗时啊，做梦个好家财，甲我踏入来，对不对？啊，咱要有这种的感觉的，好，咱来到家，好，我们就可以有这种生活。这就是咱本土台湾人眼光的什么？恩望哈，眼光的恩望哈，唔通讲望啊望啊，什么？啊，当然当然，当然难啊、哦！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哦，回顾一下，回顾什么呢？你知道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吗？大家都知道吗？哈、哦，来，我们穿红衣服的美女，台湾是谁的？你起来一下。啊，日本天皇，掌声鼓励一下。嗯，日本天皇的，但是谁占领了现在？美国。美国占领，所以呢，在国际法里头，台湾属于日本的领土，一直到多少？你要记得时间哈，啊，到一直到1952年这个4月28号，我它是依据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在1952年4月28号放弃什么？那旧金山合约第二条 B 的规定。日本是放弃其对台湾及澎湖群岛之一切的权利，哈，这个权利名义已主张，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哦，你要知道哈，问题在这里。不过该条约并没有指定台湾的什么，有贵好不？无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既然没有的话，当然是未定论嘛，是不是安尼？到今嘛。台湾还是什么日本天皇嘛，所以这些必须要去清楚要去了解的、哦、所以中国从来、哦、未成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什么签署国，无论是代替美国主要的占领全国，或者说占领台湾的中华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或者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未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在这里说明了中国与台湾是无任何的关联，对不对？完全没有嘛，没有任何的关联在。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5条规定，本条约所谓之同盟国，为与日本进行战争之国家，它是或依据23条所列取先前为该国一部分好、哦、领土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已签署并批准本约者，好、哦、批准本约。所以除了21条规定的事项以外，本约不受以任何的权利、名气与利益。与非签署同盟国之任何国家，如此中国身为非签署国，未受到旧金山和平条约除了21条所订定的事项以外任何的权利跟名义，你要去看看这些哈。所以我们知道换言之中国哈，我们一起念这里来。有没有资格？没有资格哈，没有资格。所以旧金山合约的这个2条 B 虽然未指定台本地区一切的什么权利跟名义要求啊的这个受责，但是23条的 A 确认美国为了该条约所涉及之地理范围主要的占领国，该地理范围当然包括哪里啊？台澎哈，是不是？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啊、我想我们这些哈、啊，你要去看台这个新台湾论，新台湾论有买了几首？啊，好，谢谢方向，有常常上网的几首，你要都上网好不好？上网呢，这个条例都有，我们每一次有空你就上网去看，
好好去看，你越看你越能够清楚条文，以它每一个数据1952年8月生效、这边所拟出的到直到了1971年，到底什么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为中华唯一的合法政府，不过联合国从来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为台湾的什么，所以换言之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台湾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说明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对不对？是不是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这从这个决议案，然后从这一个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这个合法政府啊，从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为台湾的合法政府，所以结论这里看到就是说，从定义来看，一个流亡政府与自己的本国连在一起来讨论的，所以流亡政府必须回到哪里？自己的祖国，这个祖国在哪里？中国，并重新怎么样？执政才能获得世界各国承认为本国合法的什么？对不对？必须有这样的依据，有这样的法律，有这样的根据。我们在这里说到法理的论述，乃是让我们有凭有据的，不是凭空，不是情感，不是可能，不是差不多。我们必须要明确。我们看见我们的秘书长他那个坚持，所以我里头有一个负担。我刚才讲过了，最后的25公尺，非常非常的，就像我们的希格伦副主席，紧丢紧丢就紧丢哎。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觉得，但你要知道，最后的25公尺，我们要警醒。你若不警醒，你就是在那当下那一粒掉下来的那一颗，因为这个是窄路，这不是宽路，这个是人家相争的地方。你若是不警醒，我就刚好踏你的雷去啊！我们要当警醒，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要警醒，不然呢，宫廷没有你的份，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里头就是很重的一个负担。有时候哈，因为时间快到了，反对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摇摆。在周遭环境，他一直要拉住你的脚。让你不要去快快成立，我们有过一次的防腐事件，对不对？有听过没有？是不是造成我们差一点休克，甚至差一点完全没有气？因为秘书长的坚持，秘书长的这一个经验，告诉他地其惩处，然后配合美国的要求，以此造成许多的漩涡在。这些我带走了很多的童心啊，不清不楚，情感的童心都带走，差一点点我们全军覆没，你知道吗？这代志不是小事，这是大代志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一刻，我的高雄州，我的讲，咱要搞，要搞啊！咱要搞，连手骨出一个，咱就得着啊！但是，不可。但是我讲来讲，非常困难。为什么？你到底真不真正的知道法理？你那个论述非常的明确没有？你能不能够因着你清清楚楚知道法理的论述，只有这一件事情？你把那最后的一口气冲上去，掌握那一个旗的时候。您惊惊孙孙底下就讲万载万载阿公感谢你感谢你，足济人伊安尼目屎流。但是这一段时间要演变成为，我们自己要凝聚在一起，好好手联手，手牵手，心连心。为什么？宫廷非常困难。宫廷我说非常困难，强调这件事情，你要随时注意。有许多的人正在迫害你，有许多的人正在放毒给你，你能不能坚持，就看你对法理认识有没有更深的去摸着。
当你确信，你坚持在那里，诚如我们的秘书长，直到今天，那是无一一个人伫遐坚持，坚持非常痛苦呢，你敢知？走起走落的呢？看到秘书长喉咙痛，你安那想？你看嘛，你家己安那想？你安那想？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好好的进行扶持？别人扶持，咱来讲心，来扶持，快快将这个4000名，快快完成，明天拖，如今如何，安安全全的把他在美国这次召开记者会完成回来，我们得胜凯旋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在那里欢呼，但是欢呼之时还需要警醒，知道意思吗？你攻顶下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力量了，你知道吗？抓到那个旗的时候，你固然是高兴，你固然是欢呼，但是呢，你的脚已经没有力量了呢。你下来更怎么样？更艰难呢？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勉励，要警醒。你真正的要一步一脚印的扎扎实实的往前。带一些比较有观念、有理念，而且优秀的人才带进来，不要再带阿里不达的人，造成我们的困扰。这是秘书长一直在叮咛我们的。好、哦，不要空已经到了，但是你若不警醒，那只差那么一刻，全军覆没，难得是港口啊。所以我还是勉励，我们要警醒，好不好？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若今天若不警醒，我们今天的状况非常非常的悲哀，所以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在讲说，今天我们也知道美国对我们怎么说过，我们也应该清楚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领土执行的有效，但是呢非主权，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这个是谁？鲍尔说过哈，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曾经也说过嘛，是不是很清楚？我们不要因为听说，可能我们很清楚，从历史的记载，从历史的记载，连希拉蕊也说希拉蕊对台湾中国的问题，他很遗憾啊，台湾银行因为台湾的政权选举操弄啊。他自己讲了，都是选举操弄啊！台湾人自己完全不了解台湾自身的处境，是不是？现实，国民党只是一个独裁政府，台湾人确实无法以选举面对现实的总统，非常可惜。这是希拉里讲的，所以台湾地位本就是属美国的权利与义务范围，义务范围长期来都是如此。他接下去看，你看看这个，国民党是借口和这个中国这个上市，却一昧的愚弄台湾人民。中国领导民进党，你看中国领导民进党也知道国民党其中的庞大利益，所以民进党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对不对？所以我们被骗了嘛？以前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状况再度他们效法，而且令人遗憾啊。所以一个中国的领导误判国民党的误导，而让台湾人民无形吃尽了骨头，吃尽了骨头，而且不自知啊，还说他们很好啦，对不对？还是这样的想。所以这些穷无奇无聊的这个政治动作，让美国国会相当不满。非常不满，同理让美国人民也相当不谅解台湾人民对台湾的地位无知为何有两个党总是喜欢扮演什么？是不是你们还不清楚吗？美国很清楚啊，你们搞什么东西啊？我想来帮你不帮，对不对？你说美国有没有这个占领权，还是不是在美国这个台湾？那八八水灾的时候，美国进来是不是要向你打招呼？不要啊，那个不是那个马英九不是讲说啊，我们不要接受他来，对不对？他结果他还是开着飞机进来，到小林那个什么，那个小林那个
小林村那边呢，对不对？还要听你吗？那311海啸的时候，他们进来，吴敦义进来说：“哎，那对不起，我派的人来协助你们，好不好？”他怎么说啊？不用，我们自己来。哎，请问，你说台湾是中华民国国啊？为什么人外国人进来还需要由外国人自己来去把关？我们的官员在哪里？这证明了什么？这说出了什么？台湾本是美国占领嘛，对不对？说得很清楚了嘛。那你要好多什么？美国想来帮忙没有办法啊，也知道这些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常常啊，好好的传递中国的一个错误的信息，造成美国有时候会觉得很搞乱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来解决帮忙你们这个台湾人，是不是？他们就以为，你看这个信息说了什么？以为统一台湾就是好比统一德国一样那么容易，有那么容易吗？啊，怎么统一？你说，这个谁占领的？你凭什么要统一？啊，来台那个什么台湾独立能独立吗？谁占领的？我们还是不是要经过美国答应，我们才能够谈这些事？但是美国答应也没有用啊！还有谁？这个土地是谁的？对呀，是不是很复杂？跟德国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嘛，跟德国完全不一样嘛。我们要清楚，哦，这个跟德国不能一起谈的。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台湾今天被占领是美国占领我们的，而且这个土地的主要的这个所有权还是美国那个日本天皇的嘛。这两个你不解决，你怎么成为你自己的国家呢？不可能嘛。所以我们要经过过程。所以美国只是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战争时期，被占领的时期之后，慢慢慢慢的转向天皇。所以我们不是去靖国神社吗？不是去天皇这边吗？两度去拜访之后，日本开始就有动作了。什么动作？修宪倒阁，对不对？开始什么？日本国旗不是只有一个，现在目前又有升起了一个什么日本天皇的什么那个旗来了，大帝国主义天皇陛下的旗就会升起了。现在目前有两面旗了，表示什么？他们现在开始要向天皇效忠嘛，对不对？他不效忠，他以后会后悔。为什么？我们是天皇陛下的什么臣民？有没有比他大？当然大。所以他们说啊，阿姆奈。他说危险的，危险，危险。但那是不安呢，修宪倒戈，那向天皇效忠，咱可能以后，咱就向今嘛台湾人天皇陛下的寿命徛咧。你敢知？所以伊今嘛紧张，紧张比咱较紧张啊。这是虾米人讲解？这是美国甲咱安尼一步一步来，咱来了解。所以您来上课是咪有价值？绝对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不是黑白。虽然啊，较忝淡薄，暗时啊无冷气，咱嘛是爱忍受淡薄。您是好家在，宫廷边啊较起来的呢。你是坐直升机落来的呢。你第一期的人呢？你看楼靠有贵的第一期的，迄当时是出钱出力呢。各美国政府是10万的美金呢，对不对？钱为得来，暗时安尼管呢？要去美国嘛是家己出钱呢，吼，我无钱呢，我逐礼拜嘛来到遮，一安尼高铁安尼偌济，我够用。吼，我太太讲你笑的，我甲帮我的头往遐烧烧，讲连到我找送病院遐检查看卖内底是毋是有小毒。但是为着这条路，咱来忍耐。咱变成讲我即马变成个个做高雄酒酒店，我无时间。照顾我家己的厝，全时间拢伫遐做。暗时啊，马上骂吼，我硬要安那喘气，我唔知。啊，有撇步无搞家就好唔好？有无？但是咱真呢，认真努力打拼，无饮酒无吃薰，故意一个查甫人，到尾啊有一天伊嘛是感动。哦，从来唔捌替我洗衫，即马开始替我洗衫，你敢知？哦，即马开始听我讲，虽然嘴无讲，哦，将来哦，我家己的衫、伊的衫是我洗的哦，
啊，握衫是我握的哦。起码伊个替我握，我感觉穿起来足舒服的呢。无同款，比我较我握的较舒服。哦，赵校长应该了解阮太太的个性。哦，滴滴，发薄了去就薄去，有无？啊，个性滴无心机。啊，但是伊若是讲擘着擘到尾啊，伊就比我走啊比我较紧。你敢知？所以经过这接触，我感觉暗中伊知影，因翁选择的是对的，来伊的配合，所以三捂捂。即马你知无？足久从来嘛无毋捌煮饭，即马外口煮饭呢，但卖拢看日本那边那煮，伊拢有记录，等于拢食健康的，食健康的，拖地伊也毋捌，即马用手跪咧安那拖地，你敢知？欸，所以说爱台湾民政府啊，感情会越来越好，知影无？哈，赵校长，免惊太太安怎讲你笑的，我来讲，你若是愈行愈到尾仔是讲啊，阮翁是对的，迄个就老公，我爱你，哈，安尼就来。所以即马太太无来的。啊，人家忍耐淡薄，做翁的吼，那是翁不来的，太太嘛忍耐淡薄，好唔好？我相信这条路你选对，啊，你找对的路，绝对对你是有极大的希望跟盼望。我们要了解，只有这一条路，啊，只有这一条路，无其他的撇步啦。台湾的命运，这里说到了，我们自己要清楚啊。1895年怎么样？下关条约，哈，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即使1937年4月1号，依法在台湾怎么样？天皇在台湾怎么样实施皇民化？好，然后呢？1941年12月7号，啊，日帝国向美国发动什么战争？啊，发动了战争。然后到了1945年10月1号，天皇在台湾实行了宪法，啊，实行宪法。所以1945年8月15号，天皇开始宣布怎么样，无条件投降，是两颗什么？对，从那时候投降。所以那个时候1945年9月2号，麦克说一号令，在造成我们怎么样？哦，给阿弟叫啊。哦，那个是别学贝阿克啊，哦，所以也造成我们今天的一个状况，哈，哦，所以我们清楚这些整个轮廓之后呢，啊，我们才会明白今天台湾的主权、台湾的现象，这些东西咱都要讲的物件，哦，数据，哦，检查咱对台湾间隔以及主权的定位，所以咱每当个北侧讲。咱不能黑白讲，咱应该要用心地讲，了解，所以爱读册，哈，哦，爱读册。啊，咱是讲，新台湾路，还是讲咱网络内底，啊，网站内底，咱爱去看，这拢有，哈，哦，这拢有，哈，哦。咱了解了，啊，哦，这间隔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啊，我差不多安尼破破了解，因为下面一个咱上好的。哦，咱高山族的主席哦来到这，啊，嘛是咱家继续来讲，哈，哦，继续来讲。所以咱了解这种的情形的时，咱就知影，咱今日台湾间隔的问题，唔是普通的问题。所以我即马阁讲，有人会当大声起来，起来喊声讲，我是本土台湾人。有人会大声讲哦。敢讲哦，站伫遮讲，会举手。来来来，你拢起来，都拢起来，徛遮。鼓励一个来，来个摆一个。看伊个面，改成台湾人，但是我唔知伊心肝想讲我是中国人，安尼。看伊个声发声个结果是安怎，咱个知影。咱喊三声，向全世界个人讲，哦，大声讲。我是台湾人，后边老三拜后一拜，去。我是台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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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袂使，稍等。
同心不合一，过一摆好无？过一摆啊，同款啊，同款的节奏啊。我是本土台湾人吼，来，你带咯，哎，你带迄个来一杯，去。我是本土。中小鼓励一下，咱是本土台湾人，咱有这种的决心，咱今天来到这，咱家己感觉啊，我有影足够的，哈、哦，所以呢，时间的关系，咱手搁加关关来，好家在，哈、哦，对恁隔壁讲感谢有礼，来，咱搁一手加关一下。有你真好，来，有你真好，好，啊，有你真好。所以咱都要讲的嘛，吼，同心那是不合一，敢不是真正的同心，敢是？所以呢，爱使我们连结，在吼哦，在爱里，我们彼此扶持。有听到吗？我们在爱里彼此扶持，看到我们的同心需要，我们的帮忙，所以我们在爱里彼此建造，你知道吗？因为看到了民政府只看到一个大的人，里面有力，里面有挂，没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大人，就是台湾民政府，有力有挂，靠行一个建户，是不是不错？所以呢，爱使我们同被建造，哈、哦，咱共同来读一拜，好唔好？教我读一拜哈、哦。爱使我们连结，来。爱使我们连结，在爱里彼此扶持，在爱里彼此扶持，在爱里使我们建造在一起。你知道这个爱，我们共同有一个爱台湾民政府的心，对不 对？所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真的东西，就是真神。这个神它是真实的，啊，它是不变的，啊，它是不变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心来彼此的勉励。那我们到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各位同心，请起立。